这通钥匙还出满，我靠！感觉一会儿下把落地那波得搜快点，他们要抓那个下城，搞事情。我就一个菊花，你们有多余的疤吗？来了，分你个。我两个。看空投，又是空投打脸上了。咋了？不在那边？炸了点火。前方有危险。 哇！我操！不探点了吗？这把我撞倒了！哇！直接哇！你们两个全是倒了，一楼。他们直接被撞飞了。哇！这盲砸直接能砸到脸上，把我撞倒了！我操！哇！哇！离谱啊！ 哇，我不信！他撞倒了，他没撞到，以后你俩把下边打了，他后边队友过来会被架着，他就后面那个我能打，我刚打到一枪，我被下面那个打了。行，第一把完美，兄弟们，第一把完美，问题不大。哇，就这么巧吗？他直接扎的，他都不带看一下的，直接飞过来了。我看都看淘汰回放，他可能以为没人，知道吧？啊，对啊，他那个飞过来。 我都不相信有车敢这么过来，那原地准备扫车呢。我人亡了，真服了，真服了，真的。走啊，塔团进入电力箱去。走走走，来加下好友。OK。正好练一波。哇。 我不信，我靠！他们肯定会全是人机呀、啊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QQ群还是蛮多小学生的。下载一下小镇。 我再下载，好了。我靠，那毕子哥这么开车的，我靠！<笑>我操！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车都直接撞脸上飞走了都。妈飘着飞起来，给我撞死了！嗯嗯，直接飞到脸上。